中央社华盛顿一日综合外电报道，很多人都体会过尿急却找不到厕所的痛苦。不过对穆瓦伍德·弗罗格来说，这是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他们能够整个冬天不排尿。更神奇的是，憋尿竟是他们维持生命的方式。阿拉斯加的木蛙可以长达八个月不排尿，科学家至今才明白他们是如何办到，更精确地说，是他们如何透过不排尿来维持生命。尿液中主要代谢成分是尿素，而木蛙就是透过回收尿素，转换成有用的氮，让自己在冬眠、内外结冻时维系生命。尿素无法让木蛙温暖起来，相反地，尿素保护它们的细胞和组织，就算木蛙心跳停止，大脑不运作，血液不流，也能办到。根据英国期刊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版，普罗斯丁斯奥夫·罗亚尔绍茨 IE DB 今天发表的最新研究，木蛙之所以有这项能力，是因为它们肠道中的特有微生物能回收尿素。有些人把木蛙的尿液称为防冻剂，但研究共同作者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迈阿密尼弗斯蒂动物学家科斯坦佐·乔科斯坦索质疑这个说法。它们的眼睛呈白色，皮肤结霜，它们就像小石头，是冰封的。美联社报道，科斯坦佐说，如果这些木蛙是人类，它们这样的状态就会被称为死亡，但是一旦回温，木蛙又会醒过来。美国全境和北极圈都有木蛙栖息。科斯坦佐指出，有些阿拉斯加木蛙结冻时，体温低至摄氏零下18度。译者：梁元玲，合稿：严思琪，107万0502。